你绝对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漂浮。欢迎来到迷你熊的小宇宙，让你知道你从未知道的手工艺及新事物。把影片看完，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它会漂浮了。那我们直接开工。首先，先准备一张10×10的正方形纸张。另外一边的做法也一样。再来准备胶带，打开，这样子的话，整个就会成为一个正方体。然后一样再准备一点胶带，从这上面粘上去。这样子就差不多完成了，然后呢，再准备一根牙签。这个是已经去掉尖的地方的牙签了，所以非常安全。把它插到里面，
的其中一个地方。这样子看，就像，然后在这两边把它插进去。那么这样子，我们的悬浮盒子就完成了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以免错过最新消息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